大家好，我是佑哥，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排位场的大象。那大象我们这一集打的是中路的法师类型的大象，在右上角可以看到本集的初装以及奥义。那奥义呢，我是在法师类型的，如果你是要辅助类型的话，又有不同的出法。那详细呢，请查看我以前的一些辅助类型的大象的影片。我这一开场就看到娜雷亚的，哇，他技能实在是太痛了，我根本就是直接命中红心呐、啊。这时候左边突然来了一只 DC 小丑，真的就是超级无敌痛呐、啊，吓死我！好险的就是那个他们就没有控制技能，所以没有办法直接就把我杀掉，吓死我，吓死我！但是我用这个仅存的血量再清个兵线，应该还算是可以的。哦，这边我方的队友，我方的野区直接就被反了。我看到对方小鱼人底下脚底下竟然发了蓝光，代表说我们家的野区被抢了。但是也没办法，发现的时间点太晚了，因为一开始呢我就被 gank， 被对方那个 DC 小丑 gank， 变成说我也不敢去乱跑啊，只能以等兵线过来清完。清完过去发现我们的蓝，我们蓝 buff 被抢了、哦，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纳克罗斯刚刚回去补了蓝。那我现在也要回去补我的一些状态了。如果你今天打的是辅助类型的大象的话，你的奥义以及出装就要更改，就不会是这一套。我这个一定要讲清楚，不然有些人会认为说，欸，他打一个辅助大象，然后就奥义带这一件，说可能会说比较不够坦之类的。这时候对方又再度的入侵我方的野区了，因为魔龙要重生了，果然一个蝙蝠侠冲了过来，但是好像我放了一技能，不会造成达到什么缓速啊那些。哦，这边对方直接就开启魔龙，因为我放的血量还算残，那我们纳克罗斯呢还在中路，所以我就用一技能去牵制一下敌方。然后这时候我们纳克罗斯赶到了，啊，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以为纳克罗斯要去抢魔龙，没想到是用二技能跟一技能进场，想要去打敌方的纳塔亚，竟然不是抢龙哎。哇，看到这一幕我心都真的是碎满地啊。真的是碎满地啊。为什么会碎满地？像刚刚的情形，我看到魔龙已经快要残血了，这时候纳克罗斯应该要直接去抢魔龙，而不是去用技能去打，就是放二技能一技能都放掉了，想要打纳塔亚竟然还没有挑飞到，然后反被敌方的纳塔亚开一个大招。好在是那个纳塔亚装备还没起来啊，还没起来的时候，你看打到我身上还是会痛啊，但是没有伤害，没那么夸张。那时候这时候我们警也生气啊，说你是来乱的吗？哦，但是这一场我不得不说啦，打到后面有看输入才知道，我们这个有三个雷队友，我真的不想再多说，那就是看我怎么去凯瑞这个整个传说的战场，怎么凯瑞全世界。那这边我们的塔拉被敌方 gank 了，然后马上下来补这个兵线，因为前期我们掉一条魔龙，我们绝对不能够再掉多余的塔，这样子我们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。再加上我们现在可是0-3啊，连破蛋都没有。那敌方呢一直来防我们家的野区哦，对方的小鱼人啊，还有蝙蝠侠都在我们野区又来反，第三次来反。那敌方也是非常聪明啊，只要来防我们家的那个罗斯的野区，基本上就快要崩掉了。哦，但是我们的队友集结的速度非常快，我们根本就是一个4-2。但是这时候好巧不巧，敌方的艾里直接过来收人头，他直接就把我们家的塔拉又带走。这时候哦，这个艾里有痛哦，刚刚本来想要追击艾里的感觉还算是可以，但是对方的这个纳塔亚突然跑过来支援了，这支援速度蛮快的。那我现在残血，马上要回城补个状态，补个血量，补个魔，再次出发。这时候魔龙又重生了，各位，马上赶到魔龙去看一下。那对方应该是还没有开哦，因为我们的歌德在没看。哎，对方选择先来入侵我们家野区，太狂了！但是这时候我看到一个目标，就是敌方的 DC 小手。那以我过往经验玩 DC 小手，最怕的就是大象，因为大象它是用魔法伤害去攻击的，那小手二技能只能免除物理伤害，所以小手面对大象根本就是完全无解。所以前期我只要抓住DC 小丑的这个弱点，基本上我经济啊人头数都
就是来源应该都不会输哦。这边敌方两个人抓到，就在此时此刻，我们的塔拉的支援时间点非常的漂亮。刚刚那个支援时间真的非常漂亮。那刚刚敌方的鱼人克莱斯呢？因为他大招还没集满，所以没有办法开在我身上。那集满的时候，我已经被我跑掉了。那刚刚我们塔拉的支援时间点真的非常非常的棒，我真的觉得哇，感谢你！不然这个我刚刚真的死亡几率真的超过87%，不能再高啦。好，这边娜塔亚，快走快走。好，这边看到夏露、艾里跟塔拉打了起来，那就是赶快打，赶快打。这边我想要去杀艾里，可是艾里好像蛮聪明的，直接就躲在塔底下。哎，这边我要打古龙，但是我看到我头上有没有符号？我头上有符号，对方的蝙蝠侠直接就把我们家的这个纳克罗斯给抓掉了。但是我用我的大招啊，我的二技能冷却时间非常的晚，这边有没有机会可以把艾里拿掉呢？没有办法，因为艾里真的位移技能太狂啊，一下都被他跑走了。那我这边我是杀不掉娜塔亚，那娜塔亚身上也是没有魔的，没有魔的状态下，他跟艾里应该就是会回城去补个状态。这边我们就可以利用对方在回补的时候这个空档时间来拆掉这座塔。如果你刚刚没有注意到这点小细节，就是对方状态不好的时候，你没有注意到这些小细节，没有来及来拆这座塔，你可能就没办法拆了。这时候艾里补了状态回来之后，竟然想要来击杀我，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大象的输出如此的高。各位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玩的大象是什么，法师类型的大象，所以伤害跟输出量是绝对有的。好，现在我们终于打回来，慢慢慢慢打回来，前期我们逆风哦，慢慢要打平哦。好，这边打了起来，但是还算是可以，所以我选择先清完下路的兵线再过去中路。好，这边我先看一下有蓝，果然蝙蝠侠正在吃个蓝，这蝙蝠侠直接大招冲过来，血量只有一半。就在此时此刻，敌方艾里又过来了，这边利用一个巧妙的走位躲掉了艾里。这时候我们塔拉支援时间点又是一个非常 very good 的非常 nice 的一个支援点，更真的非常佩服哦。在我每次在我第二次哦，已经第二次哦，在我残血的时候出现来一个跳过去缓速。来一个哇！这个支援时间点真的不得不说非常佩服。好，现在我们人头数终于打平了，7-7。那敌方一开始前期不断的来进攻我们家野区，甚至魔龙我们都掉啊。现在我们终于慢慢打回来了，那我是慢慢抓到敌方的一些弱点。这边蹲了一下红哦，但是有看到正在吃红。这边鱼人过来一下，这边我们竟然用一技能尾刀尾到了力量全员，就是红 buff， 哇，这个一技能也是非常的准。现在就是直接追击敌方的蝙蝠侠，达到了双杀。那这个娜塔亚，我不太想要进塔去击杀他，因为娜塔亚基本上都会出冰杖，冰杖的话是有加魔法防御的，魔法防御我们打他就没那么痛。那至于艾里呢？艾里应该身上就是一堆物理防御啊，甚至攻击装，所以我们的技能打在艾里身上，还有 DC 小组身上是非常的痛的。我这边二技能先稳了一下，蓝 buff 接着开了大招，直接就追着艾里打。可以看到我的一技能缓速效果非常的夸张，这就是原本一技能的缓速效果加上我冰杖的缓速，所以艾里基本上被我一技能打到。哪里都别想跑啊！你只能乖乖的回温泉呢。接下来我一直在找目标，这一场我的目标只有三个，有三个。第一个就是 DC 小丑，因为他没有位移的技能，只要被我抓到，他没地方跑，所以这边草蹲了他一下，果然走了过来，直接开了大招。这边小组都有开了大招，但是我用一技能直接把他带走。这边我们塔拉又过来支援我啦，这边利用我的走位走啊走，走啊走，不要死不要死！走过来，被艾里一剑打到，这边非常不幸哦。我看了一下，我是被艾里的斩杀斩掉的。哇，这斩杀太可恶！如果没有这个斩杀的话，我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把艾里杀掉，因为我二技能冷却好了。没办法，我的死亡数终于破蛋了。
哦，这边看到敌方的纳塔亚，但是我不选择去抓他，因为纳塔亚我不知道，因为小地图上敌方消失的人物太多了，我怕我一个追击之后，有可能就下一个死人就是我。但是就在此时刻，我选择去追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敌方的蝙蝠侠在我们家野区，所以敌方应该是我杀了人，敌方也抓不到我。那小丑也很怕我啊，你看小丑在塔下根本就是没办法出来，不敢出来一个状况。那按理出来的话，他伤害量其实也不太足够了。那我这边给队友一个治愈，那我们纳克罗斯还是死了啊。没办法，我发现打不了，直接来拆中路的塔。嘿，我们小兵死了，小兵死了，这个兵线可能要等蛮久。那我想我们也是攻不进去，所以我选择去带了下路的兵线。带下路的兵线，我们这样子中路兵线啊，上路兵线，三路兵线都进去的时候，我们在会战的时候会比较好打。我选择了回城补了魔，因为我魔量其实只有不到一半，如果不到一半的话，等一下打一个会战比较激烈的话，打比较久的会战的话，我魔量可能非常危险，会不够。清一下兵线，哎，这边我们的塔拉冲了，维纳维斯跟着冲过去，直接一技能过去，那直接帮那个塔拉开了一个大招，解了控制。那维斯二技能不断的刷哦，刚刚本来就是二打三的局面，就是我跟塔拉去打那三个，变成说对方直接一个 ace， 哎，三个人都不见啦，全灭啦，就知道说塔拉扛伤害没有错。但是我输出更是暴力啊！二技能收了一个尾刀，现在敌方全部都灭了，就只差一个主堡就可以得到这场胜利。那等一下可以看到我们法师型的大象，那法师装备跟法师的奥义，他的输出到底哇非常到位哦，拿到一个 MVP， 这是一场排位场拿到超神啊！那 KD 值达到 13.6 哦，可以看到我的这一场杀了10个，死了一次，助攻了9次，那成功化解了前期我们的一些被反野啊、逆风啊、劣势，那就是要大象要懂得去抓敌方的后排，这点差非常多。那可以看到我们哥的纳克罗斯啊，一些警他的参战率都非常的低，达到说。那个纳克罗斯他对英雄伤害只有 7.78， 哥德尔出魔法装备只有 9.68， 仅只有 15.18。 那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大象哦，输出达到 42.9%， 他承受伤害有 25.9%， 非常的高。好，这一场暴力的法师大象就介绍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的不妨在底下帮我点个喜欢，并且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我是佑哥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